一个流氓丢出去，有 Maple Sword 来砍伤害。 现在 Gear 在前面，阿贵怎么闪现往前，想要硬收1800的暴击爆下去，但是被 Nuke 也给反收掉了。这个有必要这样收吗？但是收掉了一个 carry way，42，42，然后往前踢，看这里有没有血量，直接把Nuke就赢，竹宝就赢，打开，竹宝就把人弹光了。看一下 Gear 正在点竹宝，然后转头打人Nuke，正在收掉，看一下有没有收了第二个，哇，Nuke连收了三个，哎 ，HK 还是赢了。 哎，不是啊 ，ESL， 你要看到竹宝爆了吗？不是啊，哎，那干嘛？哪有团战打到一半，然后就直接竹宝爆了就换了？好了，那这个最后一波，我以为Nuke要收光了，有点危险，破了。但是竹宝爆掉那一瞬间，我们没有看到，比较可惜一点。这个导播，这个尊重一点好吗？也是个一根三根中，一根三中，哪个数字就不说了。然后这时候就旁边就洗牌。 啊，感觉是更稳的一个打法，因为最后虽然我们没有看到呢，但是搞不好是这个 nuclear 这样，因为刚刚 nuclear 收了三个， 有点抖，所以我刚刚以为 nuclear 要反推了，对啊，结果呢画面就不见了，画面不见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们不能带到这个 HK 的第六人，哎呀，不能带到秘密单哦。我以为你要说没有在场上，然后今天有开实况。对，他最后是被小兵打掉了，我们有听这个好像导我们自己的导播讲。你刚刚讲的第六人之后，我就想到另外一个层面去。什么？Boss？ 哦，好。